备上车，前方到站崇明站。接着月与地，像尚未出世的胎儿吮吸着母亲的血液。我忘不了那一天。安静登月电梯，资格名实属于我们。我听到人们尖利的叫声，看到孩童眼中的绝望。就会如约而至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失去。安琪儿，刚收到了紧急任务，我们必须关闭巴别塔，阻止康姆尼攻上月球。这里已经被黑客控制了。不能任由他们破坏这次行动。下来，我接住你。是星图记，你们为什么要帮康普尼？帮他们。想多了，我只是单纯的来阻止你们而已。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，别太强！你其实猜到了吧？现在关闭登月电梯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好好想想是谁下达的命令吧。究竟是谁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这是一场疯狂的冒险。那是旧世界的最后一天，一切的谜题都会有答案。
安琪儿，这次的任务就在崇明市，你要和骁龙分队一起行动。任务目标是什么？康普尼，他们派出了阿克尔人类抢夺太空电梯，进而想攻占月球上的联盟矿场。联盟需要尽快关闭电梯，你们先去拿到电梯的控制芯片，务必要阻止他们的行动。阿克尔人类，那个新型改造人代号，我知道了。黑夜的力量都有代价。这是怎么了？糟了，大家准备战斗！小心上面！大家小心，月角飞行器死了这些怪物，先消灭这些怪物。控制芯片不见了，嗯，这个是为了背包，还有一个符号，是为了留个线索。那个神秘人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拿上东西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
现在哪儿？这就是康普林的 QR 人类。这芯片就让我先替你们保管吧。这些符号和联络点的一样，看来就是这里了。
这里也有好多机关，注意脚下。这里地形复杂，大家要小心。Van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这就救你出来。Van， 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其实那个人并没有伤害我。你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别那么紧张。有些真相需要你自己去了解。芯片和斯格明石我都准备好了，去加拉尔控制中心吧，那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就知道那白痴肯定靠不住，不过既然来了就别想。人生的路会焚烧黑暗。
X 先生知道一切。康普尼对轨道做了手脚，暂时只能到这儿了。不过联盟的列车就在附近，我可以让他们尽快到站。你们现在去控制中心。好，那我们先去站台那边。大家都没事吧？
代价。终于到了，到达顶层关闭电梯就可完成任务，希望不要再出什么事了。要分析一段时间，这是什么？没想到你们能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能加入，或许我们双方都能以成功告终。你就是 X 先生。我只是一个想要修正错误的追随者。你们的时间不多，期待你们接下来的表现。等等，他肯定知道些什么。我们先去关掉电梯，回去再进行汇报。控制室有防护装置。关闭防护装置之后，太空电梯的控制系统就会自动弹性，需要你们把芯片放进去。放进去了，控制系统似乎正在充能。you
放进去了。控制系统似乎正在功能。想干什么？有些事即使你知道了又能改变什么？